还是有学过。喝奶茶。奶茶。奶茶。还行的，起码会写繁体哦。繁体？对啊。手打在我。不会写简体的。你不会写啊？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学的是正规的。哎呦！等谁呀？我知道。可乐呢？哎，玉林呢？OK 不？小我。你不说好像是啊？还没请。